应该可以吸在桌子上。可是桌子会不会对同学来讲太高？会。哦，那个杆子可以缩短吗？不行。它不行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跟大家。这样啊。不行了，你插好，你插好。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这个叫做乒乓球训练器。那这边这个形状是什么？就让你放球的啊，它不是还有两颗球？在这边，里面总共有两个球拍，一个在彤彤那边，然后三颗球，还有这个，这边有画内容物、固定盘、弹力软轴跟软轴固定用的管子，这样子彤彤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练习了。这个东西真的很酷，随时都可以健身。你打到妈妈了，小心一点。我跟你对打好了啦，我跟你对打。可以对打，对啊，我可以打过去，打过来啊。我跟你对打，来。彤彤，我跟你说，你后退一点，我跟你对打。好你来这边，还是我跟你对打？你就不会打吗？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不要打到我。你到那边，你比较小心。你打到。好可怕！等一下，我现在会有声音，会打到楼下，我看能不能吸掉这个。我吸掉这个方面。喜欢来，彤彤来，他打不到。我有来，我看到。他有说，如果你打太大力，你可能会打扁。我打掉，还蛮好玩的啊。完全懂。蛮好玩的。我要打到完全懂。这个就把它插进去就好了。这就把它插进去就好了。哇！你可以把你的球拍放好。对，我先把球拍放好。没事情，没事情。插进，嗯。我们用那个细的钢筋有啊，我们到那边玩好了，免得弄到妈妈。然后被妈妈骂。打屁股了吧？这样子，哎呦！这边一点好，免得打到电视。我们家不大啊。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只觉得我们家好小。来，我们来对打。这个位置不错。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可以了。你自己这边打，打半个小时。我们大人就可以去做别的事了吗？我还可以坐着给你打。你打过来，打过去。你后退一点，后退一步。不要这么用力啊！不要这么用力。因为这么用力可能打到你自己。对啊。这东西很酷哎，发明这个人我觉得也是脑洞大开，怎么会想到这个？让小朋友自己跟他打架，你像不倒翁一样，你先不要打，我上面擦洗衣服。哦，太棒！他用力他会反弹打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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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把他打倒了，他又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要帮你训练，他不是你的敌人，好不好？你先不要打，我头还在这里。他不是你的敌人吗？这两个人打很难的。你不要没有脸，我怕你回到电视。而且这么有脸，自己也会被打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结果打不到，我发现。
换你接接看，你接不接到我打过去的？轮流换你，换我来打。什么？一人打一球啊！来，一人打一球，我们打球，打球。不能用手了，我开始。我都打不到。从前面看你真的很好笑，你自己在跟乒乓球空中乒乓球对战，而且刚刚又打到彤彤的鼻子，不过还有乒乓球打到鼻子应该不会痛啊。有动态视力有增加哦，因为球动得很快，这也是一种训练吗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正规选手会这样子训练吗？看我，好可怕。欸，没有，我觉得你有进步欸，你刚刚都一开始玩的时候好像没有打到这么多下，好像有进步欸，你自己觉得？有啊。哦，那我就可以在那边打电脑，我可以在那边搞我的 APP 了。刚好我最近很需要时间。不知道这个你多久会玩腻？玩腻了。这也太快了吧！哎，快，我陪你，可以，不要玩腻。好像在跟他格斗。你小心哦，你后面有电视哦，你要看一下后面哦。刚刚那种球，刚刚那种球。你球要拿紧，你球会没拿紧，甩出去电视就破掉，或者我就被你打掉。对啊，不要开玩笑，大家看我，我的手，自己还知道要闪，不要那么用力啦，小力的，跟像刚刚那样子，小力的就好。小力的就好，小力的就好，太用力你可能捕捉不到它。对，像小力的就好，好像在运球，然后也不会有噪音，不会影响到楼下。好痛哦！我看我们能不能对打，不要打太用力，我们能不能对打？给你，然后你给我这样。高亮力，高亮力。这个是手机卡。然后彤彤流汗，流汗在中间的时候打才会得分，这是规则，是裁判。因为训练动态视力，很像那种古时候的武功高手的在训练的方法。先打到五分的人就赢了。好，要在中间的。你还记得球拍怎么拿吗？那个桌球课有教你，桌球课先比一个手，先比一个七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，然后比一个七。这个我是想要的。一。感觉真的很好笑，打不到。
他会攻击你，哇，脚，还好没有很痛啊，只是被只是会吓一跳而已。我觉得家里有养猫的妈妈，家里有养猫的看到那个猫也会疯狂，对不对？猫会扑过来，这个就是大型的逗猫棒。哦，手麻掉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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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先拍到这边，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这个很有趣的，我第一次看到的这种玩具，这应该算玩具啦。就这样。为什么？这应该算玩具啊，应该没有正规的桌球选手用这种方法在训练吧？就小朋友可以拿来培养对桌球的兴趣啊，培养球感可以啊。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装不回去，我帮你。会惹小孩生气。惹小孩，玛莎与熊，我想看玛莎打这个会怎么样。哦，你打到我的，还没有，我不用帮你按，所以你先不要打了。我先拍到这样，先拍到这边。